位同修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无量寿经》卷首笔记，看第十七页。倒数第二行，方便有余土，念佛功身离杂乱心，专念一句名号，心口相应，字字分明，心不离佛，佛不离心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如是念佛，名是一心。若达此境界，虽不求断惑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落，则恒生极乐方便有余土。这个是本经中趣第四个明趣，就是明白修学净土它的归趣，是归向何所。那上一次讲的凡圣同居土，这个凡圣同居土比起十方法界所有的同居土当中，它是最为殊胜的。那么我们这一次要来介绍方便有余土，那什么样的境界可以到达方便有余土呢？就是念佛功夫啊深入，念佛功深，深到什么程度呢？离杂乱心。简单讲，你不再胡思乱想，你的心再也不散乱了，专念一句名号，心口能够相应，嘴巴上念佛，心理上有佛，这叫心口相应。二六十中唯此一念，字字分明，心呢不忘一佛，佛也没有离开心，那么就这样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这样念佛呢叫做是一心不乱。那如果在深入呢若达此境界，你不用刻意说要断除见思烦恼，那么见思烦恼自然消落。这个呢功夫啊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就是阿罗汉，就是相当于阿罗汉。那方便有余土住的呢罗汉啊声闻啊圆觉乃至全教菩萨，没有见性的他都住在方便有余土。这个是简单的介绍。那么重点在于你念佛功夫能够深入，能够达到世上的一心。念佛呢你的心再也不散乱，再也不颠倒，不会起见思烦恼，没有身见，不执这个身为我。讲到这一条大家就退回去了，不会再在意这个身是我，或者身见断掉，还有一些邪见偏见啊见取见，借镜取见，邪见，这个是五历史见惑。思惑呢贪嗔痴慢疑的思惑，
那么念佛念到这样的程度，你就能够往生方便有余土。当然极乐世界它的殊胜不在于方便有余，确实是在于凡圣同居。但有很多人修学净土或是学了佛有疑问，他疑问什么呢？一个造恶的人临终念佛怎么可能往生？那他这一生做的坏事啊，坏的事情不就没有果报吗？所以呢，很多人他不相信。那么在历代乃至现代，我们看到过很多犯人在死刑以前都忏悔，都念佛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可是犯了法还是得服法，还是得执行枪决。但是呢，他临终的时候念着佛号，心不颠倒，意不散乱，甚至有的他见到佛来接他。这些公案在净土圣贤录里面都有。又48愿里面说到，若有数恶闻我名字，这数恶就是数世造恶业，无量劫来天天造恶业，天天造，每天造，无间断造，身体不造，意念也造，啊，数恶。闻我名字，听闻到佛的名号，即至悔过，他能够悔过，能够忏悔，为道作善。什么叫为道作善呢？像这些做坏事的人，临终哪有能力去为道作善？其实他一念忏悔心，佛号提起来就是为道，心不再打妄想了，不再造恶了，就是作善，就是持戒，便持精戒，愿生无常，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因为他彻底的悔过，彻底的忏悔，那么阿弥陀佛在21愿里面保证，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就是说这个恶人临命中的时候绝对不下三恶道，而且呢马上往生净土，马上啊，多快呢？一念起，屈身必请道莲池。这个是佛在经典上给我们众生做的保证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那么阿弥陀佛现在已经成佛了，那么可以确定这一愿是兑现的。所以众生再恶再坏都有往生之分，只要我们肯一心念佛，专念一句名号，能够做到心口相应，念之在之的。所以不要想说我学佛大概往生净土是下下品，下下品还轮不到你们。广清老和尚讲，他说一个人只要这一生
没有杀生，肯念佛，他说往生净土没有问题。所以要有信心，你觉察到你自己的妄想妄念再多，你都不用害怕，只要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相信阿弥陀佛是发愿，那你临终呢必然往生，而且往生没有痛苦。佛在经上告诉我，如入禅定，你临终没有痛苦。那么你造的恶业要不要受报呢？佛以他的四十八愿慈悲的愿力建议到极乐世界去修学，等到你有能力了再来还债。就好像一个大人他来还债，让那个小孩子打两下骂两句不痛不痒，你到了极乐世界去真正做佛了，真正解脱了，再来这个说佛，你要还债，那真的是像二祖慧可大师讲，江头银白刃，犹如斩春风。所以你不到极乐世界去，你要还债，那还不了，没有能力还了，也没有那个本事去还。可是到了极乐世界，那就不一样，不但自己的生死了了，再来说佛的时候，看到冤亲债主想还就还，不想还慢一点还也可以，也很自在，真正是大解脱。所以修学净土的人不要怀疑，不要听人家胡说八道，所以呢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愿力。那么这个是方便有余，我们简单这样看过就可以。再来看第三个，十报庄严土，一佛念佛，粒粒分明，行住坐卧，唯此一念，无第二念，不为贪嗔痴烦恼诸念之所杂乱，是名是一心。事上即得，理上未彻，属定门社，未有会故。这个是讲的刚才说的是一心不乱，属于定门，还没有开大智慧。他的大智慧就是能断无明，还没有般若智慧。像这个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，没有这个般若的智慧，所以他有定，他烦恼不会再起现行。也不会再退转变成凡夫，但是呢他要打破无明还没有办法。所以底下的更进一步，于自本性忽然契合，了知能念所念为是一心，不住有念，不落无念。如苏超云，若言其有，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，所念之佛了不可得；若言其无，则能念之心临临不昧，所念之佛粒粒分。这个是在更往上一层对于心性能够契合，能够明了，它这个是正路。我们讲的开悟有两种
一般呢是讲解悟，那他这里所说的叫正悟，真正的正悟，他的烦恼断掉，他这个悟啊，悟的彻底，他是清正的。那一般我们看经典啊，听祖师大德开示解得的道理啊，对于心性明白了，或是忽然懂了，这个算是解悟，从文字上解的，这个没有道理。他还要把烦恼给断掉，就用他所解的啊去修行，去实践。他烦恼除掉了，见性啊，这是真正的功夫，这叫正悟啊。所以为什么学净土的人常常会说禅宗没有办法了生死，他就是解悟啊，烦恼没有除掉，所以呢一投胎啊，出胎入胎啊，又有隔音之谜，这个就是学禅不容易成就的地方。那么学净土呢，解悟很好，你能解又能够来实行，即使烦恼没断，那么临终呢成佛威力待业往生，真的像这个六祖慧能这个有名延寿大师所说的，有禅有净土，犹如戴脚骨，现世呢为人师，来世做佛子。这个是对于道理，对于心性能够明白，又能够念佛。那对于心性不明白，有一些老人家不认识字，也不懂得经典、经教，他念佛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？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明心见性，也是可以了脱生死的。就像民国初年聚行法师，这是须臾老和尚的弟子，他念佛，他也是不认识字，老和尚呢就教他，你就念一句佛号，一句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就这样念着念着，临终出三昧真，自己火化。火化完之后啊，像我们现在火化完啊，是都剩骨头了。他那个自己火化啊，自己出三昧真，放光完之后的身上是看起来是灰了，可是呢，原来的样子都还在。你去碰它，它才碎掉。它有这样的一个功夫，确实，名山宝刹的住持都比不上它了。它也是不认识字，生活相当困苦。可是呢，真正有道心，真正老实，真正的这样用功，你问他经教，他不一定懂。可是呢，他肯念。他也不是单念一句佛号啊，一句佛号一句观音，所以现在很多人执着，非得念一句佛号才能往生净土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念其他诸佛的名号求生净土也可以的，像黄念祖老居士。他底下的学生有的是念准提咒求生净土，有的是念这个莲师心咒求生净土，他也说可以，没有问题，只要一念净心回向求生，
这个极乐世界的门是打开的。确实像中峰国师三十信念讲，乐邦哪肯尽人行，可是现代的人误以为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以，持其他的不行，没有这个事。阿弥陀佛心量广大，每一个人得到一心不乱的缘不一样，不相同，根气不一样，所以才有所谓的八万四千陀罗尼门，或是多智陀罗尼，或是一智陀罗尼。这就是众生的根气不一样。那么我们道场是提倡专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呢我们就没有再夹杂，可是不能去认为修其他的法不能成就，这心量就太小，跟佛不相应，佛不会接引你，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自己给自己添麻烦。你要是存着这种观念到了西方，那不是跟诸上善人吵架。所以呢心量啊要大，要能够体会。那这里呢是讲的契合本性，了知呢能念所念唯是一心，它这个是真正的正路，不是我们讲座上这样讲一讲解释一下，它不是，它是真正身心世界融成一片。心就是静，静就是心，回复本来的面目。山河大地国土都跟他完全相融，没有能知的跟所知的，不再分能所，唯是一心。所以呢不住有念，不落无念。不住有念呢那就不随生死，不落无念呢那就不堕恶尘，能起大悲之用帮助众生，他是真正有成就。如同弥陀疏钞里面说的，若言其有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。我们要是说这念佛是有念，那能念的心本来空寂，所念之佛呢了不可得，没有心外佛。若言其无则能念之心灵灵不昧，所念之佛历历分明。如果说念佛是空的是无的，那么能念的心灵灵不昧，所念之佛自自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没有一丝毫混乱，从来不堕在妄想当中。所以不属有不属无，它是契合契入的这样的境界，真正把烦恼给除掉了。这个真的叫做一心不乱，这个一心它得到了它就不乱了。这个心大家都有，每一个人都有，不光人道的众生有，鬼道的众生也有，畜生道的众生也有，地狱道的众生也有，乃至五逆十二具诸不善的众生都有。所以培修成像讲，
唐朝的丞相。然后凡有知者必同体，只要有所知的，一切众生都有心，有心就有知，有知就同体。裴修丞相是佛门的大善之士，我亲近过唐朝很多的高僧大德，是真正懂得佛法的人。他有一篇《圆觉经》的序那一篇讲得相当的好，如果同学有兴趣可以去参考。底下说的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言思入觉不可名状，唯是一心清净本然之体，更有合法而得杂乱，是名理一心，属慧门色兼得定故。所以念佛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就是无念而念。那什么叫无念而念呢？明明我们念佛就是在念，怎么会无念？这也是学净土的人常常被人家问难，你们念佛都堕在有念当中，怎么会无念？明明就看你有念。那就用粗糙的来说好，回到前面的，若言其有，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。你如果说是有念，我能念的心本来空寂。找不到啊，不属任何一物啊。所念之佛呢，了不可得啊。没有心外的佛，唯是真心，更无他物，怎么会有念？若言其无呢？那无念，则能念之心，灵灵不昧。所念之佛，历历分明。那再讲清楚一点，这个无念呢，是无妄念，不是没有正念，没有妄念，没有邪念。而念是什么？正念现前。正念现前而没有妄念，所以叫念而无念。就像我们常讲的无住身心，无住就是无念，身心就是而念，身心却无住，无住却身心，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，不着任何一事一法，无住。但是呢，在做的时候，妙用无尽，这是身心。该怎么表现还是怎么表现，心呢，人就是空的，不会乱，不会颠倒，这是无住身心。无念而念，所以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什么叫因无所住呢？因就是随这个待人处事接物，接应的意思。因无所住，对一切人事物的时候心无所住。无所住呢，该有的礼节，该有的礼貌都没有偏废，长幼尊卑，男女老少威仪不失。但是心呢是空的，没有得，没有失，
这个就是妙用，这个就是正念。那么这样的境界，言辞入取，言语受不了，思想想不到，为什么？你若思想，就起心动念，就有念，就有所住了。有所住，你的心就昏了，就不是灵灵不昧啊，你的心就有了，有什么？有个妄心了，那就不空了。本来空，但是呢，你就一念着，它就不空了。祖师大德讲，非有而有，本来没有这念妄心，但是一念执着，一念攀缘，那就从非有，非有就是真心没有烦恼，妄现出有烦恼，非有而有。所以这里讲言思入觉，不可名状，说不出来，也不可以以任何一物来说，唯是一心清净本然之体。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清净本来。清净本来就是本来清净的意思。可是现前众生就是着相，就是带着妄想颠倒，不能知道一切境界是自己心所现的。所以需要借由佛法，借由经教，借由佛号来除掉你的妄想，除掉你的邪知邪见，甚至借由戒律来除掉你生的不净，生的非律仪啊。那一旦除掉呢，清净本唯是一心，更有合法而得杂乱。就像永嘉大师讲，修正即不无，染污即不得。在修行上，人就是精进不懈，修正不无，但是呢，真性离体上染污不得，从来没有受染污，就好像天空的太阳，被乌云给遮盖住了。我们以智慧风把这个乌云吹掉，那正在被遮盖的时候，这太阳还是这样光明。乌云除掉以后，它的光明也没有丝毫减少，也没有丝毫增加，还是如此。所以本来清净，这样的境界叫做理一心。这就有慧，慧是什么？般若的智慧。什么叫般若智慧？就是能照见五蕴皆空，能够知道色跟空是一如的，心跟境是一如的，烦恼跟菩提是一如的，地狱跟天堂是一如的。圆觉经讲，地狱天宫同为净土，戒定慧与贪嗔痴同是般若，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他这是正路，真正有功夫，属于慧门，这有智慧，兼得定，还有定，这个定就不是世间禅定，也不是以心除心、以法除法所得的定，
它定叫性定，就知法空寂叫做定，知道一切法本质即灭，本质无生，这个叫定。本来空寂，从来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叫得定。那么念佛若达理一心分，或一分无明，则生十报庄严土，同时分证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是我们众生本具，那这个十报庄严土，用三德密藏来说的话，它叫解脱德啊，你除掉了烦恼，证入常寂光土，每个人都有，都住常寂光。讲的是心性之常啊，本来即灭啊，本质光，这常寂光。等一下后面呢就会说到。那么你破一分无明，就分证一分常寂光土。这个是达到啊理一心不乱的时候是这样，那就算是法身大师，就算是法身大师。原教初住，一直到这个等觉，一直到等觉。好，我们来看后面的常寂光土。常寂光土，法身佛所居之土，名为常寂光土。这个是法身所居住，也就是法身心性没有形象，显在国土立个名叫常寂光，显在身相上叫法身，或叫报身，或叫应化身，都可以显在这个了别境界上叫前七世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莫那，包含无尽的诸法叫做第八意识，只是立个名而已，但是众生不了，所以才有真妄的差别，才有迷悟的差别。这个是凡夫啊，所以法身佛所居的报叫做常寂光。实际上法报应这三身同是一身，所谓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立无畏意来，智慧神通道义通通相同。十方三世佛就讲的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佛现在佛，未来佛指的是谁？就是我们未来当成佛。底下说的要解云，实相之体非即非照，而复即而恒照，照而恒即，照而即强名常寂光土，即而照强名清净法身，故知身土不二，皆属强名，即照同时非以思量尽。这个弥陀要集相当殊胜的一部注解，偶遇大师九天就写出来，真的是了不起的大人物。做这本要解啊，我们一辈子都还写不出来，九天就写好了。用要解来解释实相之体本来清净，也不能说即，也不能说照。即是什么？即灭，空即的意思。照是什么？作用，就像镜子没有固定的形象，这是即。可是呢镜光它有照镜的作用，照这个境界的作用，
这是照。就像我们摄影机好了，摄影机比较好懂，它没有固定的形象，这是集。它的记忆体里面没有固定的形象，但是呢，它在摄影的时候，这就是它的照用，它能够记录。那集照呢，是一体的，一台摄影机，这样比较好理解。那么讲到究竟呢，非集非照，非集非照它有作用吗？就像刚讲的，它能够照射，能够摄影，能够记忆，记忆呢却不着，这是集啊，集灭的作用。所以呢，非集非照，而复集而恒照，照而恒集。虽然在用本体空集，本体虽然空集，但是这个妙用力然，这讲的不是别人呢，就是我们的心呢。我们的心即使现前，你这个妄心也是集而常照啊。为什么？你的妄想本来空集，就是集啊。但是你在打妄想，一下想这个，一下想那个，就是照啊，就是照用啊。只是你不晓得，随着这个照用去流转，所以跟圆通章讲的叫出流啊。现在听闻佛法，用自心所现的佛法，反熏自心，叫入流；熏成一片呢，叫王所。入流王所，所以不是讲别人的心，就是讲现前大家的心，也是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。所以照而集，强名昌吉光景，强名昌吉光。集而照，强名法身，法身是它的现象。照而常集，现象它有依止处的常寂光，法身佛所居所住的。这一段确实比较深，比较难懂，所以故知呢，身土佛皆属强，就是勉强啊立个名，实际上呢都是在讲我们心性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的作用。照而常集呢立个名，心性照而常集立个名叫常寂光净土，心性呢集而常照给它立个名叫清净法身。所以身土佛皆属羌，集照同时非思量境。你若思量，这集照就分开了。虽然分开，只是自分上误以为有分开，实际上还是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。就像你现前的妄心，就是集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所以说妄心不可得，说烦恼即菩提，说生死即涅槃。所以还要不要造恶呢？那就不造恶。还要不要造善呢？那也不造善。善恶俱不造，清净自无余。六祖慧能大师讲的，邪正俱不用，清净自无余。你的本性清净的光明就显露出来，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心去想能够达到，去想那是什么样的境界，一想心中就有相，
就有住处，那就不是了。那离开意识心能不能成就？也不能成就。因为啊，一讲说不要用意识，好，那把意识断掉，意识一旦断掉，你就跟木头一样，没有成就。所以这意识不是断掉，是把它转过来，把它的作用正常化。我们现在意识性的作用虽然是心性给它的作用，可是呢用偏掉了，知见错误，观念错误，想法错误，看法错误。所以为什么讲修行就是把对宇宙人生的错误的思想见解转变过来，就叫修行。学佛就是要了解这个实相，这实相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心性，心性能够造法界，能够造身罗万象，这宇宙啊人生都是心性所包含的。修行就是要了解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，是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来看什么叫常寂光。常法身得，法身常住故，即解脱得，尘劳永寂故，光般若得，智光遍照故，涅槃三得，如来密藏。这个是解释什么叫常寂光。常就是讲法身真常，法身常住。即呢，没有任何的烦恼。所以这尘呢，就是烦恼，尘劳永寂。光呢，就是智慧，就是般若，智光遍照。你的智慧透露出来，遍照法界。大家想到这个遍照法界，好像有光太阳照着宇宙，不是啊，是你的智慧走到哪里都自在，走到哪里碰到什么境界都不着相，这叫遍照法界。地狱天宫是一如的，外道跟这个佛法都能够融通。所以说老实话，这个现在讲的，或是学儒，或是学道，或是学基督教，或是学天主教，都是同一心体，没有分别。这叫行不不爱圆融。什么叫行不不爱圆融？儒家讲的是人天，儒跟道讲的是人天，基督教讲的也是人天，佛门小乘讲的这个是阿罗汉出三界，这是有位次的差，但是同一心体，这就是圆融。那圆融当中呢，同一心，可是呢次第宛然，人道的是人道，天道的是天道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佛道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佛道才究竟，佛道讲到最根本，选择学佛这讲到最根本，讲到心性。心性它包含着六道，包含着十法界。所以虽然儒家道家他们也有说止观，也有说他修行的这个境界，但是呢还是佛法讲的究竟，还是佛法讲的圆满。所以直接学佛就可以了。大乘佛法的基础在于先明心，对于心性能够明白，对于自己的本性能够明了，这个最重要。
你要是对于自己的本性不能清楚，不能明白，那学佛学得再久都是外道，都没有办法去打破无明。今天讲的这四个图，从凡圣同居一直到常寂光，说老实话就是一心而已，就是一图。极乐世界没有这四图的问题，四图的众生同在极乐世界，这是圆融的。但是每一个人境界又不同，凡圣同居是凡圣同居，常寂光是常寂光，这是行部啊。行部跟圆融不相妨碍，都是极乐世界。在凡圣同居可以见到等觉，可以见到阿罗汉，其中多有一生不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。这一生不处的这么多，所以呢，国土跟国土是没有障碍的。凡夫跟菩萨可以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啊，在同一间教室里面上课，这个境界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像在这里我们要见到天人，那也是需要相当的因缘，何况见到菩萨，见到这些大阿罗汉。所以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是相当的殊胜，那边的清净庄严真的是唯佛与佛乃能究竟。底下做个总结，等觉大士历尽四十一品无明，更破最后一品身相无明，法身全显，圆正三德，彻本心源，究竟清净，证入常寂光土。这个是等觉菩萨历尽四十一品无明，这是无明破尽，连最后一品身相无明。什么叫身相无明？就是出生法界之相，这最初的那个念头，本来清净的一念迷惑，这一念他也把它除掉了，身相无明，所以呢法身圆满显露出来，圆正三德，这三德他都具足，法身德、解脱德、般若德。法身德人人本具，解脱德唯佛圆证，般若德呢也是只有佛才究竟，所以这叫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，彻本心源。我们常讲的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，恢复本有的样子，现在说的不再化妆了，所以八关斋戒有一条叫，就是叫我们不要化妆了。不要化妆，不是你该化的时候不化，是叫你要能面对自己，面对烦恼习气，不要掩饰自己的瑕疵，掩饰自己的过失，有过失要能发怒，要能忏悔，立刻忏悔，马上忏悔，这样才能进步。当然在事项上是不涂这些香油，不带这些香花蔓，但是在道理上我们要知道它的标准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你把烦恼习气给除尽了，就是证入常寂光境，跟佛完全一样。这个是大略的介绍四土。那这四土呢，十方法界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，都是这四土，娑婆世界也是这四土，
但极乐世界也是特别不同，这四土是在一起的，啊，在一起。所以往生到净土的人，明明是凡夫，可是你也不能说他是凡夫，他具有菩萨的能力。你说他是菩萨，他又是个凡夫。啊，如果说他是菩萨，啊，那是这个说谎骗人。如果说他是凡夫，那就毁谤他了，真的是不可名状啊，没有办法去说啊，没有办法去形容。所以这四土都是因为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因上相同，果上就同。无论你是凡夫，你是地狱道的众生，都是涅槃。你是等觉。啊，你是罗汉，你也是念佛。那凡夫是念佛往生的，跟罗汉是念佛往生，到那里就一样了。因相同，果上就同。只能用这样子来说了。啊，这个极乐世界的境界啊，是十方法界所没有的。印光大师说，不能用通途经教来判，我们刚讲的这个就是通途经教。通途经教，凡圣同居就是凡圣同居，方便有余就是方便有余，十报庄严土就是十报庄严土。但是极乐世界它不在此限，没有办法去用通途的这个经教去理解，所以要把心打开来，心量要大，不要有知见，有知见那就不能起步，不能去体会到。所以才会啊，有人会认为造恶业临终念几句佛号就能往生，他不相信，那只能说是善根福德因缘不够，或是对于世间善恶的观念太重，善恶心重的人嗔恨心就重，嗔恨心重念佛，我们看这个念佛的一百种果报，念佛会堕地狱啊。嗔心念佛感地狱果报，不光念佛嗔心，拜忏也嗔心，读经也嗔心，做一切事情他都嗔心，是在于心的，不在于事相上。你若一心念佛，没有这些分别，那就往生极乐世界，同入十报庄严土，同证常寂光净土，一心一意就可以做到，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。所以这个法门叫平等的法门，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是平等，真正平等，摄受众生平等。那么道理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。我们来回向。